哥哥和嫂子特别喜欢吃玉米，所以呢，今天带他们，带我嫂子去街道去买点玉米吃。我们家也离街道特别近，就路两分钟就到了，特别方便。到了，哇，哇，人特别多，看。哇，玉米好多呀！乐一弄，今天不能按了么？嗯，了么？跟你们搞了么？给搞了。32.5啊！啊，哇，人特别多，要签这个还都要排队呢，人太多了。多少钱？32.5，32。嗯，按34。有的。嗯。等一下，猫啊。猫啊。这是谁的？去。你先不叫，先不叫。34。嗯。34。嗯，去。嗯，对，32，对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你看，菜卖好了，看，卖那么多，走回家。卖了7个玉米，然后再卖2个甜瓜，卖3个红薯，再卖1包那个豆角，花总共花了32块钱。大家觉得贵还是便宜呀？你们3个兄妹站到厨房在做啥嘞？我要做老挝美食。做老挝美食。啊。这是啥？玉米吗？玉米，把这个玉米打成打碎。啊。打成这个玉米汁儿一样这个。啊。这里面还放啥了吗？不放啥，等一下。就纯玉米打的。打碎了，我再放点白糖。做老挝美食啊。嗯。你看看哥哥在做啥嘞？这边烤茄子、烤洋葱、烤大蒜、烤辣椒，这个等一下是和那个玉米一起吃吗？不是，这个也要和那个皮蛋。哦，跟皮蛋一起吃。我就说你玉米是甜的，再吃点这种辣的，这什么一个吃法都。今天看来做的这个美食可能是你老挝的一个做法，哎，完全都没有见过。哇，你拿这个要干嘛呢？今天啊，我们要去二八家。昨天我见那个妹妹视频上看到那个二妈叫那个晒伤了，啊，所以今天去看一下二妈。对，我也昨天看到那个了，嗯，我们今天去过去看一下吧，拿点东西。嗯。谢谢你，谢你，看见你就是你，在。好了，很棒，休息一下，嗯，休息一下，加油，然后吃点这个你们做这个老挝美食，嗯，哎，给哥嫂子对我们中国歌曲、中国文化还是真的很感兴趣，很想去学，很想去了解。对，尝一下这个，尝一下你们做的老挝美食。妈，你今天超好的吗？超好的。妈妈一直在旁边在听，然后在看。真的也不容易啊，外国人学中国歌。一个蜜，一个人坐到房子在学。好学吗？不好学。不好学啊，因为你要学这个
字，学那个音啊，学那个歌曲的一个有一个音嘛，哦，还是有点难度的。这样，今天不是父亲节嘛，就是所有父亲的节日，啊，所以就是我在准备我们去那个给爸爸买个东西，买个礼物，啊，学，我哥还没学会，回来学嘛，啊，看就是给爸爸买个啥礼物，啊，就买点就是实用的，什么穿的啊、用的这些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收拾一下，我们去县城啊。那个给他们也买，一人买了一个本子，买了点笔啊，不会了就写成老挝字、老挝话的发音，这样应该学得快一点。对，学点这个歌嚎啊，以后去你们老挝那边参加朋友聚会了，他们唱老挝歌，你们夸哧一下来两首中文歌，对不对？估计很多人会给你们鼓掌，欣赏你们的，是不是？我爱放这一片当代片。对，说不定还能成为专业的歌手，是不是？你看老挝那些酒吧是不是有很多那些唱中国歌的？哎，你会唱中国歌，只要唱的好听点，就说别太难听，有可能也能去酒吧唱歌的都，哎，对不对？也算一个，也算一个职业都。嗯，俺不管什么呢，俺不管什么呢，要咱们喊阿喊，要喊个路，没个就不问了，喊个路。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学可以的。我也要加油。你也要加油。对，我今天要唱会。好了，走吧。哦，嗯，走。每天两双。哎，好了，买一个短袖，买一个短裤，再买一双鞋。买了一个什么鞋？是那个凉鞋。行，等一下回去我看大小应该差不多，回去给爸试一下，看一下就是主要是大小，哎，合不合适。是的，差不多。好看吗？是干嘛用的？我们这边叫那个箱包。箱包。对，我这边也很好看，就是不是马上要那个端午节了嘛？我们端午节就要带箱包。要带这个。要带这个，小孩子带，大人很少带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大人都带的。韩子清和韩子玉米在，他们俩在的话，他们一人买一个。哎，对，带一下。现在没在，买了也没用啊。啊，你看很好看是吧？各种款式各种样式的都有，太厉害了，啥都会做。是啊。爸爸，给，今天是父亲节，给你，我去县城给你买一套衣服，还有这个鞋，你试一下，看一下多大的合不合适呀。试个。试一下。爸爸穿好了吗？穿好了。看一下。好不好？哇，好帅呀，妈妈，帅不帅呀？帅哦，哇，很合身，对，是的，合适了，合适，大四高三，哦，像这个真的帅气了，年轻了好几岁啊。你就是说实话，你感觉爸爸穿的是新衣服，很帅，很帅，就是确实是就是年轻变年轻了。包括蜜也很搞笑，就是还问妈妈说，哎，你看爸爸帅不帅，妈妈笑呵呵的说帅帅帅。就是平时呢也经常给爸爸会买衣服，但这次呢刚好是碰到这个父亲节这个节日吧，买一身衣服就是尽一下这个儿女的一个孝心吧，也就是希望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有做父亲的也祝大家那个父亲节快乐，对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。行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感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观看视频多多点评论，对，多多点赞，多多转发，是的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